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实中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够享受生活，都能够什么乐在其中，都能够什么从挫折困难里边走出来，而有些人什么没有困难还要创造困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，他都能享受生活，都能乐于生活，都能什么？从挫折困难里边走出来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什么，这个生活即使很苦，你会发现他的人，他能给别人带来积极向上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什么，愿意看一些相对来说励志的电影，愿意看一些相对励志的电影，对不对？相对来说喜欢看一些。看一些自传，看一些传记类的什么文章，一些书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，在现实里边也是，有的人什么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，他都能够享受生活，都能什么去追求幸福，对，都能把自己的家庭什么打理的井井有条，把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打理的井井有条。而有些人不管多么努力，多么努力去寻找，多么努力去什么，去追求财富，他们这些人照样什么感受不到快乐，甚至于有一些人什么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，让自己不痛快，让大家不痛快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实中这样的人还不少？就是有些人什么，有些人什么损人不利己。有些人干点损人利己的事儿啊，这是人性决定的。有些人干一件损人利己的事儿吧，这是人性决定的。哎，人性的卑劣，人性的什么决定的？但是有些人什么净干一件损人还不利己的事儿，你说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有些人就干点什么损人还不利己的事儿？我是难以理解的。就是有些人干损人不利己、损人利己的事儿吧，我也能接受，因为你啊，你损人利己吧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是人性决定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什么干些事儿什么损人不利己，是不是？大家日子不好过，我叫所有人不都不好过，我日子不好过，我让所有人都不好过。你说这样的人有，现实中真的这样的人。有，还特别多，就是这个事没有困难，我也要创造困难，让自己不痛快，让大家不痛快，对吧？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不要认为，就像前几天有个人说，有些人说，为什么我不是谷爱凌？你还小谷爱凌，你咋不说你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呢？你还是什么华铁炉的创造者什么叫什么了？想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咋不说你是秦皇汉武呢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人和人不一样的，即使是什么你俩是成长的环境一样，人也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像一个家庭里边双胞胎，他们的成长起来都不一样，肯定有一个内向，一个外向，100%的，懂吗？100%的，就是一个家庭里边真的双胞胎都不一样，三胞胎、四胞胎、五胞胎都不一样，一个外向，一个必然内向。一个相对来说平庸，另一个人必然会什么？不平庸，懂吧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同共同明明是共同的成长环境，是不是？但是人是不一样的，懂吗？所以你就我在现实生活里边，你可遇到的一些人，人有的人就活得特别好，就即使这个生活特别难。
但是人家努力在过好。有些人的生活相对来说，我看到我见到一些人的生活相对来说，哎，也有吃有喝有玩，还有零花钱。但是有些人就是什么生机，有些人就是可能是日子过得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就干点不是人干的事儿。有些人可能生活过得太好了，就想干点不是人干的事儿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人的幸福真的有人有时候的幸福，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？你有没有想清楚，人的幸福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？人家什么有科学依据说是人的幸福50%是由基因决定的，10%是由环境决定的。比如自己的财富状况、婚姻状况和工作。等等，还有40%是由自己的思维决定的，40%是自己的思维决定的，也就是思维是怎么来的？是文化、教育、感受，是不是？是自己的成长环境、说话和行为方式等等一系列影响的，是以很多东西是由。我们很多时候什么人变得不一样，是由外在的东西给我们灌输，然后形成了内在的东西，然后这内在的东西又反过来影响我们自己。我们接受了错误的东西，我们就会什么用错误的方式去生活，对吧？从小生活在生在煤窑里边，人就什么，从小就像我们说的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同样的道理，有太多的人什么？有太多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有太多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明明很多时候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人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什么生活，但是很多人什么会，很多人会什么会颓废，很多人不一样。对不对？你会发现，你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如果说想要过普通的生活，是很容易的，是很容易的，对吧？是很容易的。就像现在很多时候，许多人说想自己种地，那想去种地，你去内蒙、去新疆，我跟你说，内蒙和新疆，你想种几千亩、几百亩地，那是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。甚至你把户口迁过去，很多人是什么？是想要土地，是想要土地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对于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发表任何看法，不发表任何看法，对不对？想要回农村的人，他什么是有任何困难都会什么都不是困难，而只是小小的人永远在想，没有行动的人永远不会行动，没有行动的人永远不会行动，对吧？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边，有些人什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儿，他都能够什么克服千难万难，对吧？克服千难险阻，会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而有些人什么，有些人是不管遇到啥都能什么，都能没有困难要创造困难，没有困难也要给自己创造困难，让自己干不成。真的有些人什么？有些人真的是在现实里边，即使是遇不到困难，也要给自己创造困难，让自己干不成什么事儿，让自己干不成不说，有些人什么？我要让你也干不成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。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人是什么？首先，人自己就把自己分成了。人自己就把自己的层次什么降低了，
人有些人是不自己把自己的层次拉低了，对不对？在现实里边，真的什么你会，你如果说跟人打交道打得久了，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。文学里边那点事儿，都是在现实里边有曾经发生过的。文学里边写的那些事儿，在现实里边都曾经发生过，只不过是不是让一个人遇到了，只是不是让一个人都遇到了啊，对吧？你就是这样，有些人真的是啊，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让自己干成事儿；有些人是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让别人干成事儿。人家有些人是什么？哎，不管有没有困难，有困难也创什么克服困难也要什么让自己干成。还有的人什么？是什么？无私奉献嘛。还有的人真的是无私奉献，克服千难险阻。为别人干成事儿，为别人干成事儿，所以人生是自己把自己分成了不同层次的人，对吧？你要做什么样的人，你要做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想要做克服千难万难也要干成点事儿的人，还是什么？哎，大家互利互惠，共赢，想要做一个共赢的人。我们很多时候说都说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，做一个共赢的人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到，很多人做不到。